气势要赢，来啊，来啊！感谢 Skin Club 赞助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跟各位提醒一下，依照自身的能力来游玩这样的网站哦。大家好，今天一样来介绍我们的 Skin Club。那 Skin Club 呢，是一个可靠的开箱网站。那为什么它可靠呢？因为它有赞助各大 CSGO 的电竞比赛，你都可以在比赛上面看到他们的 logo。那代表说他们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一个开箱网，超过90种的付款方式。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它大概有什么样的付款方式。比如说你可以用信用卡、银联卡，或者是加密货币、PayPal 等等的，还有各式各样的付款方式。点击我的下方资讯栏，里面有我的优惠码，那就可以得到 10% 的优惠，储值的优惠哦。丰富的武器箱变化，用一些比较便宜的金额来开一些比较便宜的箱子，用更小的金额换到一些更大金额的皮肤。Skin Club 是绝对是公平公正的，他说我的结果都是随机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，这是不用担心的。这个 Skin Club 呢，主要的功能还是开箱、升级、跟人家战斗。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有很多很多的多样化选择。有各式各样的箱子，所以你可以进来这个网站的时候，你可以慢慢看、慢慢点，然后它有各式各样的主题，例如说动漫主题、职业选手，有没有？我们 Kerrigan 大哥他的专属的主题箱子等等的，这个升级你可以选择你要上去升级的皮肤，那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换到更好一点的。那战斗的话呢？就是我们可以去到这边来，然后跟人家选择一些金额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加入，然后跟他战斗。那赢的话呢，你当然你就可以赢到他的钱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多样化的游戏体验，在我们 Skin Club 上面可以体验到。那相信有看上一部影片都知道，我们 Skin Club 的评价是嘎嘎稳的。但是切记，还是在这边呼吁大家，依照自己的能力来游玩这样子的网站。开始我们最爱的抽箱环节。今天我们先来抽一个凯瑞根的好了。刚刚在这边小看了一下，我想当一个指挥官，就是要有一些指挥官的专属的皮肤。那我就来抽个这个好了，10块钱，有艾西西莫夫，有 AK， 有折叠刀，出发。No， 再次打开，再一次，刚差一点啊，我看刀子飘过去了、欸，出发！给我刀 ，AK 也可以吧？嗯，哦，啊 ，M4 还行，蛮爽的。我们等一下，像我们右上角啊，这个下面这个就是你现在身上所有皮肤的总金额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去使用升级，或者是你可以领，你也可以提领，这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可以在 CS2 一飞冲天的皮肤，嗯，我想在 CS2 里面一飞冲天，就是这个箱子了。外壳硬化，哇，大家知道外壳硬化是有玄学的啊，小抽一把。Hello。差一点啊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有这么一点点的机会啊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等等呢，可以用升级系统来做升级，这都不用紧张，来一个。来一个！哎哎！啊！差一点！差一点！再一次！冲！刀子！哇！
这就对啦，这就对啦，这就对啦，哈、哦，抽到 AK 咯，太神啦，感觉小赚呢，来跟人家决斗一下吧 ，battle， 我最喜欢的 battle 环节，这边你可以挑选啦，就是你看这边的金额，如果是你 OK 的，跟箱子是你可以接受的，我们就直接加入哦。这也可以跟机器人，就是如果真的等不到了，我们可以跟机器人哦。但你也不用紧张，这是公平的网站啊，所以你不用觉得跟机器人会不会不公平？不会，因为我们 Skin Club 是很公平公正的，玩一把玩一把，两回合定生死的，来啊！大哥哎、欸，九十个，哦，给我，啊、哦、完了。谁存会被虐？再次，谁会存被虐？这个其实有，没事哦，气势要赢，来啊！完了，他怎么？来啊！嘿嘿，啊啊，没事，我们还是有升级系统，现在小升级一下。就是把你可能这个皮肤你已经有了，你不想要领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拿来升级哦。那这里可以选倍率，你可以花一点钱升级一下倍率，然后你将会拿到比较好的，就有机会拿到比较好的，这是它的可以得到的范围。那我们就例如说，我们用 1.5， 你可以拿用这里换到这一个，这里八个物品47块，那我们有机会换到这个。赢得这个69块的皮肤，出发！有啦，这样就对啦。当然，你可以说，哎、欸，可是换到喷子也没关系。我们先换到喷子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升级，先出发。轻轻松松，最后如果你哎、欸、阿田我想领出来了，那没问题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到自己的物品库里面，这个点击这里，当然你也可以卖掉啦，如果你觉得这些你都真的很不喜欢，你也不想放在你的物品库里面，那你就可以把它出售，那它应该就会到你的钱包里面去。那如果你是想把它提领出来的话呢，当然是没问题的，你绝对可以放到你的包包里面，可以选择例如说哎，刚刷这个 M4 我好喜欢哦，就点领取，领取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领到你的包包里。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，记得使用我资讯栏里面的连结代码，可以获得 10% 的奖金促销。那今天我们的 Skin Club先介绍到这边，那再一次感谢 Skin Club 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可以介绍这个网站。那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有什么想要看我玩的内容呢？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会再玩给各位看。那今天到这边，感谢大家。